对你一年。我不行了。工作室月升沧海露水，遭蛇咬，被吴磊抱紧出力，练功练到床上去。我实在是想你了，便过来寻你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抱紧我，抱紧一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靠近？我算是怪不得你啊！是的，你以为嫁给林不疑就能上天堂，殊不知一不小心还真的会上天堂。陈少商才刚 KO 三公主，又冒出吴公主这个臭三八，而且手段更恶劣。哎，还好少商是会游泳的鸭子。呀，还有啥？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呀？我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明日的寿宴，我便是冲你来的。今日不过是个教训，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。这次是没毒的蛇，下次便说不准。我就是想家了，还能教我些别的。日后若是有人欺负我的话，我也能有办法应对。这里便是命脉。若是你站在这儿，后面有一个人。就像这样，后面有人要偷袭你，突然这样推你。飞向你，飞向我。那我便这样应对。叫我抬起头，让你握着手，让核心战斗。有本事你只用一只手。好。有本事你一只手也别用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命运就交给你了。这是天王，高潮一波接一波呀。